账本？什么账本？我说你装什么糊涂啊？啊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你女扮男装混入云上学堂，这是欺君之罪呀！啊！要是本老爷揭发了你，嘿嘿，你们全家呀，都要满门抄斩。原来冰帝是女子。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之前还说冰帝晚上睡觉翻来翻去会影响到你，现在又要和他挨得这么近。我承认我之前是说过这句话，不过前阵子回府没有冰帝在旁边翻来覆去的，我还真的睡不着觉，所以我可能习惯冰帝在旁边了吧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冰帝都没说呢，你凭什么蛮不讲理？